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永城的市里边，这个叔叔婶子呢都住在这边、老家呢这个黑蛋兄弟在那边住，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去。我不喜欢在这里啊，不习惯，住不习惯是吧？对，我也是在市里边住不习惯啊，喜欢这个老家，这个赶集啦，或者是说在家里边村里边跑跑，主要是朋友啊小伙伴都不在家里面。对对对，我们这就过去啊，在这边买点东西，弄点好真物件，这个王老吉纯牛奶，我们家阿姨转了。哎呀，不成兄弟，轻易不来一趟了，再弄点熟食啊。那这个啥鸡啊？这是老烧鸡啊，那只这个马脚鸡啊。不是，咱这边弄了这个烧鸡跟鱼，看的也是血有食欲，还行是吧？不恼那条鱼啊，那个这个马脚鸡，光吃这个烧鸡的话也不中。现在马上就到了，这是城中村吧？这边是？差不多啊。就是以前牢房的啊，都是15-16年的哦。家里边他棉花的都比较脏啊。这脏。这是我朋友小勇。他不抽烟，来过来的。站马，给你拿个鞋，给你拿点香肠。有凳子。坐着，装。这是摊棉花的，这都是新疆棉花。这新疆的棉花，对，都是从新疆运来的。运来了，成品了，像这是煤炭是吧？这是半成品，没有炭的。摊好之后都成这被子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哦，这都纯棉花被。纯棉花被。哦，这新疆的一级棉，棉花绒子比较长。就是加工一斤15。加工，你买棉花就一斤就15块钱。像这新疆棉花多少钱？你看，好像6斤，6-60，5-30，棉花是90。啊。90这个布，这个布是40。啊。这140块钱。啊，一个棉花费大概140块钱。140块钱。哦。6斤弄的。纯皮棉花的。纯棉花费。对对对。哦。纯棉花的比较贴身。都是那啥的。哦。这一个得多少钱？这个两米三的一个，这把这个45块钱，加布一个90块钱。就这四面了。这鱼肉面的。鱼肉面。2米长2.3米。对。啊，这样的140了是？啊，对。基本上结婚的都用那。哦。结婚的大多，俺这边一结婚的都大个6个八个。嗯。旧套子，然后翻新一下吧。反正这多少钱？一块5斤是吗？这里不超过7斤的，看一个10块斤，15块，一个15块钱。一个就是翻新一下，一个被子就15块钱。像这翻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是蓬松哎。对，就跟新的一样，啊、就把里面的土给带出来了。已经出来了。哦。给水了。哦。这个机子，哎，多少钱买的这个机子？这个机子，到底总共3万块钱。啊？3万块钱。啊，3万块钱买的机子，认识不？能看懂不？是。这啥装玉米啊？这是钢对吧？玉米的钢丝。跟黑蛋兄弟爬6楼，到他这个房子这边看看。6楼没电梯，辛苦了。没事，多锻炼，身体好。房间呢，起码都120平。120平，写宽敞了。因为咱刚有，虽然能。啊。结婚时候再捣鼓外这房呢，对，结婚时候还得再给你弄一套。就这也得帮。啊，这不挺好吗？二弟经常看你视频。啊，二弟这个个头也不也啊？帅，咱挺帅。你，他比你还猛点的。他比我还高嘞。那，这是上了大几啊？上大二的。啊。中，学的啥专业啊？学的机电系的。机电系的。那不能是个技术工啊。行，俺俩不一样，俺俩都没啥学历。长得一表人才是吧？一表人才。有对象吗？有对象吗？他没谈对象。你长得帅不？谈对象多可惜。现在学习是重要是吧？对。啊，等咱这个
毕业喽，是吧？谈个对象，参加工作。嗯，这俺家是个仓库。仓库这是个？就放了一些被单。被单、被罩。哦。还有酒。老陈酒了，还有。对，还有个七八样酒。这个酒不能喝，到回来给老岳父送过去。我这样对象没有，老岳父送过去。抓紧，抓紧，2023年抓紧了。嗯啊。走吧，走吧，叔，走走。啊。你想。酒别开了，兄弟。酒不开了，酒不开了。中午咱别喝了，到晚上再喝吧。那这什么？啊，你这个啥？这个还得忙上了一会儿，咱吃，见咱吃点吧，是吧？来吃啊。啊。中。不用，你吃一碗。能够做。这个嘞，肉夹馍。嗯，这馍真的在咱这边卖多少钱一个？五毛。嗯啊，这在俺那边也是卖五毛。嗯，那就差不多。鱼。中。我喜欢吃鱼。喜欢吃鱼，把这个干完。鱼炖了不能。嗯，可以。半个小时啊，这一床被子就出来了。这干完了，咱们回去吧。是，这活都是忙着一阵儿。对对对，是吧？巧不巧？啊，有多，有少。啊。嗯。中。嗯，走。好。